所有嘅家庭觀眾，所有支持我哋掌門人嘅朋友，多謝。多謝曬。咁啊，我哋停咗兩年啦。咁兩年冇做嚟講，其實你哋做緊咩？阿老啊，多嘢做啦。我就傻傻咁做咗兩個僆仔嘅爸爸，做咗一個女人嘅老公。咁呢兩年咧？呢兩年我就冇乜嘢做過，我好想揾嘢做，做唔到。原來冇咗掌門人，我好空虛嘅，所以我翻出嚟做掌門人。 因為我細細個掌門人已經係權威，有咗佢唔怕沒武失勢。其實呢兩年我冇乜嘢做㗎，但係唔使驚，我哋今年翻曬嚟啦。呢兩曲搞到我而家肚痛埋啊！唔係呢兩年，兩年冇氣象，氣象一時口痕嘅你。係咯，我話俾你聽，呢兩年俾我感覺咧就係 1, 2, 3, 4, 5, 6。 咪跳舞嘅咩？我話嚟嚟去去都係 1, 2, 3, 4, 5, 6 個嘉賓，不如你請只今日六位嘅嘉賓好唔好啊？好啊！第一個，哇！大家非常之熟悉，對我嚟講係都係我嘅偶像，即係細細個聽佢節目，除咗廣播之外咧，就係演而優則導，導而優則監製，監添近年我今日咗無數咁好嘅電影，哇！一個非常好嘅主持人，教導所有嘅小朋友，令到啱啱學講嘢嘅小朋友都識得講爸爸早晨，媽媽早晨，呢個咪。
正面嘅教導啦。正氣啊！一齊俾啲掌聲好唔好啊？有請阿丹。啊，有曬姿勢添。啊，初頭都幾威咁樣啊！冇噶啦，兩個氣泡嚇親。大哥，恭喜恭喜！大哥你好，真係好榮幸可以做第一集嘅，即係第一個出嚟嘅嘉賓啊！而家連觀眾講幾句咁啊，真係趁個機會。永遠無敵啦！呢個掌門人。我講咗四個字，反贈翻俾你，大哥。係啊，我諗住係講我嘅啫喎。就嚟又開節目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希望啦，即係就靠你呢句啦。好啦，大哥今日帶咗另外一個 partner 嚟喎，真係。哇！呢個都可以講得話咧，遊戲節目冇佢。實食啊！係啊，真係，男士冇佢，唉，真係。女士如果係佢做代表就真係，真係。同埋佢即係有佢咁，好啦，試過啲咁樣，大家都諗到個已經係，阿姐五個人五名為之咩？係唔係啲傻小鬼差？大咁觀眾啊，開心嚇！我一定要有佢啊！你睇啊，五姑娘心口嗰只。狗係啊！喂，佢頂帽同你頂帽一樣嘅喎。係啊，大家啲又擺落嚟，大家啲擺落嚟，有戴大陽眼鏡嘅。你咪開心啊！有乜嘢擺落嚟啊？幾得意啊！不過繼續，我哋請咗呢個咧，話犀利啊！喂，又犀利啊！真係 TV 嘅玩具王子。係。我哋有請紅尖明先生。犀利啊！玩具明真係好嘢啊！係。啊，真係好鬼唔停嘅喂。差你都冇咁好笑啊！係，呢個樓梯可以玩到咁多嘢，呢啲真係一代笑像啊！真啊！我哋啊，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掌門啊！我哋好耐冇見大家啦，好多謝繼續支持啊！多謝多謝。簡簡單單嗰幾句嚇，大體大體。請佢嚟揾邊個嚟啊？一出嚟馬上講人哋嘅簽名，呢啲犬兒。Uncle， 喂，冇咁貴喎。貴都咁高，貴都高過我咁滯啊！好啦，不究竟今日邊個係洪天明嘅另外一個 partner 咧？今日著咗件少少縮水嘅衫，係嗰條縮水牛仔褲。總之有睇頭啊！佢腰熱啊！腰熱。好，我哋有請黃天文 ，Amy。哇，今日個頭好犀利 ，Amy， 成支嘢咁趌咗出嚟 ，Amy， 你舉高手跑落嚟啊！皇上你好，啊你真係身材好嘅，隨時可以露啊！我哋而家咩收咗埋埋，咁冇啦，仲要喺度拎住遮住。今日我諗我做節目咧辛苦少少，全部都係抬高頭同你講嘢咧。頭先就嚟個蛋，跟住嚟個黃之明，而家嚟個我可以走就你㗎。哦，唔使。跟住落嚟呢個咧，陪咗我呢兩年，一路跟隨喺我左邊。憑住傻強呢兩個字咧，傻強哇！真係又提名啊，又真係已經係由西班牙一路去到北極參過唔數嘅。有北極嗰個咩獎？北極係咩？北極紅獎。紅獎。有請傻強。傻強。如果傻強啊，呢兩年我同阿撈啊拍電影都少咗啊，壯氣佬啊。強哥。咧，哇！呢只嗱天明要開，呢人一鑽石幾大粒？你睇佢金標幾金？誒，羅湖城都有嘅。大家好，我是杜文澤。啊，真係簡而精啊！呢啲咪就係實力。係啊，佢而家仲係好得戚啊！我一定要揾呢個人出嚟治佢。係係好啊！我哋有請大少麗、田俊麗。係。有聽下啊！大少麗話停啊！真係犀利啊！停停停！係，企定企定係。哇！係咪 ？Yes。佢平時拍車都係咁嘅。起！哎呀！停咗啦，叫乜車停？好嘢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真係高工作嚟噶，但係你又分咗幾，乜一家人幾多獎？我叫大少奶，叫老爺真係唔好意思，同呢家庭觀眾，TVB 係咪第一次嚟啊？係啊，啊咁好啦，歡迎你嚟到我哋 TVB 嘅大家庭。咁多位大家好，我係田瑞麗。好啦，我哋請啲掌聲，我哋今日六位嘉賓先。六位首先可以获得瑞士卡牌表132系列名贵腕表一只，价值3290蚊；美国太子牌罐装圆粒花旗心糖，同埋奇华饼家送出嘅金蒲锦盒月饼嘅。哇！福田拉先，继续无敌石春路，问你强唔强？好强！好啦，我呢个就系我哋嘅新节目咁啊，但系咧都系好似以前咁样有啲石春路，但系咧不过咁环节唔同晒喎。系啊，你睇下一条咁嘅独木桥，再过埋呢一个咧梅花桩，再上楼梯，再落去，跟住行过呢个，跟住呢个咁俾你噶。咁咧大家咧已经咧赤脚，咁啊当然咧有啲好职业嘅拳手咁样啊，扎住晒啲脚趾。我谂佢咪爪手手嚟噶，佢打掌印啊。咁犀利啊！好少見到嗰啲咁齊嘅腳趾㗎，大少拉先得唔得？大少拉，大少拉，新嚟新豬肉啊！你揀一個咩表情行啊？我揀 model 行 catwalk。model 行 catwalk，OK， 我要做 model， 有請大少拉開始。
望啦。你多做咩啊？咁驚險喎！後輩啊，嚟用埋手啊！你居然嚇，人哋都話冇嘢嘅，你話 ？OK，OK， 望住前面，望住前面。有優先，有優先。有時啲人你冇話唔使優啊，真係優啊！哇！呢度有難度啊！喺邊度打？跳兩下先，跳兩下，跳兩下。阿鄧，阿鄧，開唔開心啊？跳高啲，跳高啲。鄧一鄧，你好似冇跳高過喎。鄧一鄧，你要講我好開心先得㗎。我好開心。唔係啊，跳起話我好開心，我好開心。係真係要咁㗎。我好開心。好啦，行得，行得啦，行得。Model 好有姿勢㗎。预备，耶！顶住，我要做 model， 完全冇嘢喎。好啦，来一支汽水，饮晒佢。饮完之后咧，要一啖气，睇下你个分贝系有几高。好，嚟得啦，预备。呢下真系都几强嘅，94.4。好嘢！哎呀，你真真跌啊你！你選擇用一個輕功水上漂喎，開始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哇！你唔怪之你腳趾傷曬啦。哇哇哇！腳趾傷曬鋼板啊！水上漂，哇！水上漂，漂漂漂，哇！真係得喎。好啦，5下。我好開心，我好開心，送多幾下俾你。哇！送多幾下俾你添啊！跳埋落去。喺呢一度咧，你要三級跳過去。一、二。佢其實好犀利喎，不過身體幾好喎。搞掂。好，好，快啲飲。等陣，等陣，等陣，呢個咪人嚟㗎？咁犀利嘅。好，請飲汽水，睇你強。個個好似你咁樣做手術都唔使麻醉藥啊！真係。你好似真係冇耐飲乜嘢。你好似好耐飲汽水咁啊。記得啦。記得住。得。哇！呢一篤咁嘅聲啊，其實呢啲係雜音嚟嘅。我撳咗之後咧，跳咗90，你揼完都係90冇喐過。我想試下學成龍大哥咁。係 ，OK， 好敏捷咁樣係嘛？成龍大哥嘅方法，有請傻強開始，一路唱住成龍大哥嘅歌。係啊，成龍大哥真係咁樣㗎。係啊，跟住力手，呼咁啊。文澤，開州，開州。你喺成龍大哥，要喺個崖頂度上高大。烏蠅貓，烏蠅貓，烏蠅貓啊！係啊！我喺成龍大哥，好開心啊！開心啊！跳高啲，唔好嚟嗰地喎！你唔好嚟嗰地喎！唔係啊，杜文澤，你跳啊！要咁樣嗱，跳！咁高係啦，再嚟再嚟，未得未得，再嚟多次啊！唔使跪嘅，唔使跪嘅。咦？你唔知點解頭先嗰下嘢？一、幾多人？三、五。坐石春，你見到個坐石春喎？唔係我要走火盆咁樣。哎哎呀，要自己撳添。睇下夠唔夠腳啦！嗱，你得嗰陣時咧，我哇好鬼正宗啊！呢只就係我哋以前踢完波咧。哇！犀利啊，掌門人破紀錄122.9分。好嘅，仲係真料啊！行石春路啫，蛋糕唔使咬得咁淒厲啊嘛！签考型，睇下傻傻地嘅五姑娘点行石春路先。尽量找住石春啊，佢用呢个方法好突破噶。佢用脚趾罅嚟避开石春，呢一种方法喺中国嘅武功当中咧系表表姐嚟嘅吓。李辉，李辉，呢度痛啊！呢度嚟保持笑容啊！咦，你呢隻手咁似機械人嘅？好啦，跳起，跳起，好開心，我冇事喎，係打開手，好開心，死啊！佢真係傻咗地喎，真係冇事喎，佢仲跳，好嘢！俾你掌聲，微微小姐。撳佢係錄緊。咦啊，五姑娘你喺度嘆緊氣水喎嚇，係啦。呢度啊，個喉嚨唔好收。唔好收，啃啊！你試下啃咧，啃。冇事。得。
115.9 啊！假嘅嘛呢個，唉，真係完全都唔得嘅。好啦，好啦，睇睇啲真決啦嗱。黃之明，之明揀一個乜嘢姿勢啊？我諗揀翻奧運金牌最快嘅速度啊！咁犀利，因為劉翔啊，唔係係啦，以前你係劉翔嘅細佬劉翔係嘛？哦係係，因為以前玩過咧，連咩肥平都得啦，冇可能就咁自己唔得嘅。係喎，劉翔鬥後啊！阿志，睇啲眼睇啊！天明雖然感情路上有挫折，唔好再代自己啊！天明，喺度跳啊跳，跳十米，跳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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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你睇下佢呢幾年幾痛苦。快啲！嗱，將呢幾年嘅冤屈氣咧，誒曬出嚟啦！你得嗱，你話得嗰時先。啊，係。其中後半段咧，係因為冤屈氣嚟噶。好啦。哦，你個胃寒啊！首先咧就係114.7，係，跟住咧後邊嗰啲餘震咧就係93.7。我揀一個高層行啊，抱住一個必死嘅信心，死梗。壯士嘅做法，壯士行路方法，必死嘅行法啦，必死行法，我連上去嘅勇氣都冇。It's a long road,哎呀，人高的重心就難攞平衡，唔使扶啊嘛！咦，攬過咗一級，我使唔使褪翻頭再嚟過啊？啊！哎呀，咦，你冇踩到石出嗰位喎，好大哥，哎，你跳高還好開心，開心。睇下個樣好開心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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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開心啦！好嘢，俾你掌聲，謝得曬。我唔玩啦，唔使玩啦，玩完啦，玩完啦。我撳噶，最初係103.9，跟住咧後補一下咧114.2，冇噶，有嚟緊，冇噶。誒，使唔使喺啊？得啊！你使唔使等喎？升半陣，好啦，咁啊六個成績咧就係呢啲好啦嚇。係。如果淨係計分貝嘅話咧，強最大聲嘅咧就應該會係咧阿澤啊，122.9。犀利啊！厲害。11號，11號咩啊？財色兼收。你係想啊？阿澤揀到美珍香肉乾及美食禮券總值10,000元。經過現場觀眾以掌聲投票之後，選出蛋哥成為真正嘅石春王。蛋哥每行一步都有血有淚，抵佢贏嘅。他可以得到 Osim ISS 手足脈衝機及按摩椅禮券總值24,000元。哇！呢個無敵鬥快食，冇錯啦。不過呢個環節咧就係啊，兩邊有一條長嘅餅乾，咁啊一人側邊咧，食完曬之後咧，就鬥快搶咗嗰塊紫菜，食咗嗰個為之贏。咁啊三男三女為之一組啊，嚇，咁啊一男一女鬥啦。嗯，預備，一，咩啊？慢慢食啊！預備。一二三，開始！冇所謂，冇所謂嘅，冇所謂。一家親，一家親。一、二、三。嗱，我哋見到鏡頭咧，雖然係兩位喺度咬緊嗰啲餅啊，但係咧團隊嚟，哇係，哇係。我哋報警咧，唔
能夠咁樣拆噶，唔需要推嘅係咪啊？哇！真係狼到啊！咁樣睇，你哋係冇談戀愛好耐咁樣，好似冇得咁矛啊！唔要用手，但係你睇，好似一男一女愛得好痴纏咁啊！絕啊絕！唔準用手，唔準用手，用口不用手啊！係啊！哇！好嘢！好嘢！好嘢！哇！你再玩耐啲啊！你再玩耐啲，大師奶有嘢講噶啦！哇！哇！唔係啊，最難真係，佢煮咗兩個都舐過噶啦，俾獎證你。好嘢！好嘢！好嘢！哇！好啦，咁啊，勝負咧，而家咧就交俾阿蛋哥咧，就同埋阿大少拉噶。好，二位，一、二、三，開始。阿蛋哥玩得好啦，好嘅。完全得罪阿蛋啦，完全得罪阿蛋啦。嗱，依家真係好正宗嘅玩法。蝗蟲蛋啊！好嘢，蔡明，你頭先好開心咁樣喺呢度經過咧，鏡頭都遮唔到阿蛋爺啊！经过一轮激烈的舌战之后，结果男子组先拔头筹，每人又各得300分，女子组各得200分。27号，二孙满堂，二孙满堂啊，真系。蛋哥拣到银谷路1000支，7号啊，呢个中6合彩啊。天明拣到防烟雾警报器10号，6号啊，唔该，6号呢个左拥右抱。阿泽拣到雪肌兰天然护肤品有限公司送出名贵礼品，总值18000元及现金奖5000元。10号啊。十号事业有成咧 ，Amy 拣到镀金猎豹电话簿。14号啊，环游世界啊。五姑娘拣到 FX Creations 流行袋系列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21，话晒事啊，嗱，听到未啊？咋？田瑞妮拣到 Winkle 流行时装专门店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奖品囊嘅丰富奖品包括 Post 时款 Conno 系列双石手表，总值21440元。威信专业汽车护理送出汽车美容礼券及泊车券，总值24000元。红福堂集团送出美食礼券，总值23000元。Fusion 燕窝薄荷糖，总值23000元。莎莎化妆品送出瑞士高级护肤品礼券，总值23000元。罗敏鸠数码子母无线电话及名贵礼品，总值22700元。益世通送出精选产品系列礼券，总值23000元。金至尊珠宝送出天下无双钻石吊坠连18K颈链，价值25000元。哎呀，你继续无敌，扮晒嘢咯，放松啦。我今次点扮嘢咧？系我哋做一种声音，扮声。啊，然后咧就。嗰個人咧就要扮一個種聲音咧，就又話俾大家聽。傳俾第二個。咁啊，究竟佢哋估唔估到係乜嘢啦？係。咁啊，由阿蛋哥啦、大少奶啦，拖住兩個女子。Amy 啦，開門。蛋哥，你聽聽啲聲啦喎。係。準備。我諗蛋哥都有啲。送翻入去。送翻入去先。好啦，兩位可以，兩位可以出嚟啦。喂，大哥，你可以做翻頭先個聲音。好啦，估唔估到係乜嘢嘅聲音咧？依個電視嚟擺咗幾次喎？大意上係乜嘢啊？你估？水滾，水煲嗰啲滾聲咯。滾聲好鬼近啊！又好近。你係哮喘喎，蛋爺。人喺屋企都有，咁然之後咧，你就口渴啦，咁你就走埋佢，你就哦，撳嗰啲熱水壺嗰啲聲，冇錯啦，係咪真係咁似啊？好聲，我就係你覺得你覺得蛋哥扮得似唔似啊？嗱，大家究竟係咪真係好似哮喘咁咧？你估有冇人知道五姑娘扮緊咩咧？好啦，究竟第二样嘢系乜嘢？由我哋嘅阿拉伯姐姐咧，好靓嘅姐姐咧，就出嚟啦。OK， 好，好，好，唔该，送俾入去啦，两位可以拆耳机啦，开始。佢唔做手勢，佢做個形態喎！哇，幾個好嘢真係，你哋好嘢，你好在你扮下扮下咁樣。最後嗰下好緊要嘅，幾下都緊要。最後一下係關鍵性嘅，有啲人抽極都抽唔好嘅真係。抽痰，哎呀，抽痰個個都用得嘅，個個都用得嘅。一開始咧就係嗰件物件原有嘅聲音，好啦，跟住開始用啦。用啦嘛。有一
嚟啦喎！佢跌出嚟噶，應該嗱，依個真係幾咁大嘅貼士嚟㗎，咁都估唔到唔得。開始咧，仲要臨喺個姑娘可能用過。四秒，三、二、我咁啫，長長地咁樣嘅，你要咁樣喐嘅，戳一戳佢嘅，好得意㗎。哦，我知啊。咩嘢？底上唔係底上嗰啲簽筒。好嘢，夠鐘啦已經，真係難得，咁樣就諗到啦喎。好啦，我哋再試一次啦。報嗰度。係咪啊？佢其實做得幾好噶啦，真係。仲有得王子復仇啊！今次咧一個傳一個，再傳一個。芝麻開門，阿拉丁女郎請出嚟啦。有少少吊住。好似你咁啊！得嘛，五姑娘。OK， 好啦。好水啫嘛。好，拉翻個閘，唔該，拉翻個閘。嗱，請留意喎，表情加聲音喎。預備，五姑娘。睇我陰功，睇住我頭好緊要嘅喎。你真的估唔到，聽住咯喎，真實嘅聲音啊！嚟到電動遠嘅啫，啊！電動遠不跑，啊！真係，哇！鬼聰明，你又攞住個電動遠不跑周圍去跑啦，係嘛？諗住發蛋機，又唔係機嘅咩？你講發蛋係咪？可以啊，好嘅，芝麻開門，有請阿拉丁女郎。就係咁簡單，兩下聲咁啫。好啦，咁你估啦，兩下聲。做多一次，做一次，唔使驚。即係呢個唔同嘅，點解會係第二款嘢嚟嘅？好似頭先好啲喎，好似係潮州話咁喎。開樽蓋啊！佢係誤導咗你，試開樽蓋，做一次俾佢睇下。你睇下嗱，耶！哇，係爭好遠啊！係不正嘅，有咩係邪嘅？咁你頭先話估到嘅？我係估開瓶器咯。哦，因為風聲，條褲爆胎啊！我哋點會揾咁多條褲爆嘅胎俾你睇啊？條褲爆胎最多，我想知咧，條褲爆真係，咁崩係咩？係啊，係內膽都爆埋啊！加個屁咯，你係加個屁喎？我係懷念爆胎啦，最屘屙個屋咁樣啊！屋企有㗎都係，係屋企有，寫字樓都有嘅，寫字樓都有。隻膠紙卷啊？膠咁點啊？第二下係掹膠紙。好，好勁啊！蛋糕嗰组连中两题胜出，每人加200分，其余三位就加100分。身体最门人啊嘛，叻女真系。Amy 间到 DVD 影音产品系列总值4800元。我想去太空旅行三。田俊尼间到瑞士高级护肤品系券总值8000元。四号啦，仔女叻。仔女。蛋糕间到 Furuchi 流行皮具专门店礼券总值10000元。一都冇的，痴人醒啊！咪呢个咧就系新环节，我讲一个。題目嚇，咁呢個題目咧就係話邊邊咧，嗰個人咧就要答，咁然後咧就指對方一個，嗰個就要答。咁我哋有個口號嘅喎，要跟埋個口號。咁詭異，講咗個題目就彈俾人啦。好啊，打人嘅理由 ，OK， 好，準備開始。唔係啊，咁詭異，你樣衰啊蛋。唔係話咁詭異，搶嘢啊洪天明。唔係話咁詭異，我憎你啊大塊田。唔係嘛，咁詭異打劫五姑娘。唔係嘛，咁詭異同我分手女依文。唔係嘛，咁詭異強姦洪天明。唔係嘛，咁詭異好憎你咯又係。打你啊！佢梗係憎佢強姦洪天明喎，幾狠心啊真係。藝人嘅花名。哎呀，五姑娘先開始。花名啊？唔係嘛，咁詭異阿蛋田瑞妮。好。
你啦。OK， 冇所謂。幾忙？個題目咧，你比較最容易啲嘅，係女性用品。OK， 哦，好啦，田瑞妮，你開始啦。唔係啊嘛，咁鬼熱，衛生巾好天味。唔係啊嘛，咁鬼熱，洗頭水啊。Amy 咧？唔係話咁鬼易洗甲鉛啊！洗甲鉛係咩嚟？洗甲鉛啊！同埋，我想知啊，想問人啊，你唔識點解仲話唔係話咁鬼易咧？我想申請啊，想玩啊！佢可唔可以拆咗後邊嗰只計先咧？佢下下頂住個包，拆唔到嘅。我知係咪嚟㗎？貼毛嘅方法嚇，準備開始。唔係啊嘛，咁鬼易脱毛立阿澤。唔係啊嘛，咁鬼易揾口咬阿蛋。唔係話咁鬼易用膠紙做牛辣。你係答到啦？呢邊阿蛋唔係啊？邊個嘅花名嚟嘅啫？明明佢有四個喺嗰度噶。我見到第四個你見到我係阿拉伯女郎當係啊！你叫紅髮男我都接受啊！佢仲話我兩個害佢喎，咬啊！咁到自己嗰次可能話，可能話，終於可能話。第四個紅髮男，四個咩？牛嘅不同部位 ，OK， 準備都係同一樣。唔係啊嘛，咁鬼易牛鞭。邊個啊？牛鞭啊！你以為啲牛鞭好乜鬼啊？贏曬噶啦，我咪開心佢啊！牛鞭贏咗啦，贏咗你知啦。我諗住隔兩個拍子先嗌名。隔兩個拍子。俾佢哋諗耐啲啊 ！Wow yeah yeah man！ 咁樣噶嘛 ？Come on！ 好啦，俾多次機會佢啦，翻返最開始，藝人花名點咗你？唔係啊嘛，咁鬼易影。帝黃秋生，唔係你唔想講曬嗰啲歷史俾我啊？我知道黃秋生係影帝，但係有好多個影帝，你想唔想講埋個影帝？梁家輝、周潤發、梁朝偉、陳光潮，我而家知你中意佢咩？傻快田咧，笑死人冇命田，唔係嘛？影帝黃秋生 A 型血金牛座，講曬啲整曬出嚟。田瑞妮连输几分之后，连呢个都输埋啊，令形势拉平，分数只争100分啫。掉金龟势啊！阿泽加到电器产品系列，你嘅总值6000蚊。24日有拖拍。五姑娘加到名贵碗表对，总值5360蚊。梦想成真。天明加到健康高贴100块。继续无敌问乜嘢啊？冇错啦，大家都想知道问乜嘢，但系问乜嘢都好啦，认为自己知道点答嘅，揿钟又答。啱嘅就留喺度，唔啱嘅就馬上褪走。但把支呢一次擋到嘅就唔會俾你留。我哋好嘢啊！好，準備做咩啊？都未開始。我試下個鐘睇。第一條常識題：八達通嘅按金係幾多錢啊？蛋爺，阿蛋，50。你啦，其中四個偷嚟。呢一鋪真係風雨同路啊！啊，呢對夫婦真係麻煩啊！好好啫，啊，淡水啫。請大家留意啦，跟住落嚟咧，係講巴士路線㗎嚇。係。第一個係 N216，第二個係 T6，第三個係299E，第四個係98D。以上四個邊個係冇嘅？好，嚇，我以為搶住答嘅 Amy 到底啱定錯，轉頭就知啦。觀眾愛人只係冠軍。請大家留意啦，跟住落嚟咧係講巴士路線㗎嚇。係。第一個係 N216，第二個係 T6，第三個係299E，第四個係98D。以上四個邊個係冇嘅？好，嚇，我以為98D。98D 係嘛？係錯嘅。哇哇！你哋兩個都爭啲啦，快瞓啲啦。啊！依紅天明，只要新手問點解 Amy， 點解 Amy 最後翻嚟未開到？劉德華係叫邊個俾杯忘情水佢嘅咧？好，紅天明，十正國語係嘛？
各自怪普通話都得，都係就咁冇叫任何人啫嘛，冇叫，對唔住啦，幾可以俾往情碎啫嘛，啊，上送你走。天明係咪覺得好唔抵咧？但係首先咧，我諗我要俾一個答案大家先。係，劉德華曾經佢係咁樣嘅，佢係叫。啊，寄我一杯忘情水。係咪啊？係啊啊啊！係有呢個人㗎，真係。請講出兩幅圖片嘅唔同嘅地方。啊！講啊！大輝田，講。有一隻貓有胎，有一隻貓冇胎。有一隻貓有胎，有一隻貓冇胎，冇胎，連士兵胎都冇噶嚇，嚇，係連士兵胎都冇噶噃。係貓啦。同烹飪節目有啲乜嘢共通點啊？好，阿澤，阿澤，鬼知咩咁下啫？等等，三級片，三級先，十秒咪有，有五秒㗎。烹飪節目，都係攞手揸嘅，送佢走。手無腳亂底下又冇事喎，好嘢喎，唔係濕色一定爛嘅原來。好啦，翻嚟啦，翻來咯。咁啊，答案俾大家聽，三級片同烹飪節目共通點就係都係有得睇，冇得食，冇得食嘅。好彩冇答啫，都係用手揸。搞錯啊你啊！唔怪小春咧爆氣一齊睇三級片睇。係啊，咁阿鳳太嗰啲整餸係攞手。咁有啲用攪拌機噶嘛？同樣答中一題嘅蛋哥同阿澤兩組暫時領先，天明同 Amy 要急起直追先得啦。揀個一號啦，執到金。蛋哥揀到十五寸液晶體顯示屏連電視，總值4500元。姑娘，五號飛黃騰達。五姑娘揀到香脆炸兩500碟。一世幸運。一世幸運啊！现在你家都 Vico 流行时装专门的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仔女入名校。阿泽搞到汽车美容礼券，总值6000元。大谂把先。29，叹世界。叹世界。Amy 搞到迷你金钱猪肉干1500块。希望咁努力为公司，就希望可以加人工啦，30。天明搞到广州番禺香港大酒店送出4人来回车票，连食足及动物世界入场券，总值6800元。胜出嘅蛋哥同阿泽两组，仲可以获得盏记燕窝专门店送出燕心茶及燕窝心容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劈碰劈，点解做劈碰劈咧？劈碰劈咧就系大家对住咁样由个劈劈，呢个咧系跌咗离开脚印啊，系啦，咁啊后边咧就有个脚印啦，两个大家咧咁啊真系撞到，唔准喐嘅，系啊唔准喐，但系咧就算撞到人哋，你离开咗脚印都系输，都系输系嘛？第一回合单循环赛事，先由 Amy 对一集，我搵呢个啲嘢怼我，预备开始。好啦，咁啊以0.3秒嚟讲咧，系阿泽咧就系比。比較有著數嘅，因為咧，結果 Amy 啊先被摟㗎，跟住到五姑娘對天明啦。不過真係有天明真係熱門嚟㗎啦。你唔好咁大力頂我條腰。你個 pat pat 喺咗佢雞心度，找咗地下，啲腳趾找咗地下。好實，突然間撞佢得㗎啦。二三，開始，開始。唔好喐啊！唔好喐啊！嗱，而家當你未喐過喺度。突然間發力啊！開始 ，pat，pat，pat。跟住五姑娘都被摟埋啦。最後係田瑞妮對蛋哥嘅，哎呀，哇，係冇機會啊！成個炮彈飛人咁啊！最後田瑞妮亦都被摟，結果由三位男士進身第二回合嘅雙循環賽事，先由天明對一集。實跟住一集，輸咗，結果天明先贏一盤嘅。到阿天明同阿蛋，哇，兩大高人啊！預備，開始。蛋哥啲雲計錯數，結果俾天明連下兩成啊 ！OK， 預備，開始。
哇！蛋哥贏啊！總之阿蛋就贏咗。雖然蛋哥贏翻盤啊，但係天明都以三盤兩勝贏咗呢個遊戲。結果獎門人話要挑戰呢位新嘅股王喎。佢唔係撞人攞獎，佢撞人心口啊！因為佢都係心口。心口？哇！心口。我心下垂啊嘛，大佬。得，我要試一次你。點啊？要掃堂添。天明赢了这个回合，成为新一代股王，还以1100分和蛋哥一起成为总冠军。天明可以得到龙发制药送出天然健康产品，总值6000元及现金奖3000元。总冠军蛋哥和天明可以觉得金至尊珠宝送出天下无双钻石吊坠，连18K颈链，价值25000元。继续无电梯，我做啊，继续做咧，就而家你麻烦你企稳咧，摆个攞喺度咧，等阵。总冠军天明同蛋哥咧就可以玩拉台布啊，拣大奖。至於幾位嘉賓就要擺個攞喺地下，如果有嘢跌落佢哋個攞度，就可以揀獎品啦。首先係天明拉先，小心啲啊！一、二，冇一個人攞到嘢，有一個人喺度，都話擺依邊就得㗎啦。好啦，攞翻只叉，剩翻嘅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如果你擺嗰啲滴嗰啲汽水落去，都當係你噶。真係執雞啊！係真係啊！執到死雞啊！雞就無敵，執死雞啊！大少奶，大少奶執死。好啦，咁啊，一人都跌一樣嘢出嚟啦。咁啊，根本蛋哥跌兩樣，但係又有跌咗個攞度。係。我當我停手啦。係啊，九。雙冠軍係最開心啊！第一集好平頭冠軍，咁啊，每人可以揀三樣。咁啊，天明揀先啦，好啊。7號啊。7號。天明揀到法國優蘭高級護膚品系列，總值15000元及現金獎5000元。日日珠宝送出18K白金钻石珠花心口针，价值23000元。金皇庭京川湖菜馆送出豪华鱼翅蟹粉宴，总值27200元。一号，蛋糕拣到罗浮宫婚纱影城送出金装摄影礼券，价值18000元及现金奖5000元。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送出直航来回香港至黄山机票连住宿，总值21300元。Matis 法国专业护肤品及美容护理服务，总值18000元及现金奖5000元。咁啊四啦，4号。田园尼加都 Pinkbox 珠宝店送出珍藏版18K 白金皇冠钻石吊坠，价值23000元。其他大奖包括大宝珠宝送出18K 白金钻石开心链坠，价值23000元。森美厨柜送出厨柜系列及厨房电器礼券，总值23000元。19揸靓车，揸靓车。五姑娘就拣到金苹果纯银首饰礼券，总值8000元。Auto Beauty 送出电脑洗车及维修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17号坐头等，坐头等啊。Amy 拣到威马牌家庭电器礼券，总值10000元。海王粥店美食礼券总值10000元，现场观众可以得到金凤泰国香米、法师一分钟焗油、奥加美洗发及沐浴产品、奇华饼家送出嘅珍藏版迷你月饼礼盒，同埋斯朗千夫饼礼品包。好嘅，要送嘅嘢全部送晒出去，开心啊！多谢两位嘉宾，更加要多谢嘅就系电视机旁边嘅所有观众，继续支持我哋，我哋继续开心，继续无敌，继续狂笑，多谢大家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勁多獎金，嘉賓攞曬去分 ，Everybody 奮爭，瘋狂競爭，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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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觀眾個人只係冠軍。哎呀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Thank you。你估把把遮有得擋嘅咩？影帝黃秋生。你唔使講曬嗰啲歷史俾我聽㗎。